滑滑梯老六打法，在箱子里开一个水动力滑板，接着到任意位置的滑梯边缘，轻轻侧跳到滑梯的内侧蹲下。这里很适合高打低，敌人还没猜到我的位置，再次飞上滑滑梯边缘。空中还有很多玩滑板的人，不过枪法不好的要注意点，我这次可能要栽了。敌人还想过来嘲讽我，嘿嘿，滑滑你的梯吧，淘气需谨慎，拜拜您嘞。